快点！哎，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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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偷懒！嘿，起来！快干活！快点！集合！快集合！ 这是地球们逃出去的大好时机啊！先前的事你都忘了是吧？为了逃走咱们死了多少弟兄？再说了，咱们留在这儿还能打听消息，为猎人们对付小鬼子有帮助。猎人？恐怕他们都自身难保了。闭上你的乌鸦嘴！三爷，我听说上次矮脚猫他们被抓的时候， 并没有说出密道的具体位置，兄弟们打探到，只需半个时辰，定能打通密道。真的？假不了。三爷，咱们走吧。再这样下去，咱们可就全完了。要走，也得等小鬼子放松了警惕，咱们再走。你留下，其余的人跟我走。哎，三爷。 青龙山祠堂祭拜，青龙山的列祖列宗会保佑你们这帮小鬼子，等好死。 干掉了，好，你们两个去把风。是，其他弟兄们，赶紧吧。好，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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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
他有气。现在10点整，顺子应该出发了。走吧，开车。他们已经出发了。记住，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一定要跟住。快！抬举啊！眼瞎呀，老子绑着手怎么吃啊？如果你愿意像狗一样把鸡腿叼起来，我兴许能暂时给你松绑。真新鲜，你给老子示范示范。吃，给我吃！找打呀你！怎么了？就算不需要以礼相待，也不要没什么事就主动挑衅。明白。收起你们的酒。是。你这个家伙还真是命大，上了刑场都死不了的人我可是头一回见到。这回你不就见到了吗？你们他娘的不敢杀我就别烦我。等一下，什么事？中佐要我来提审犯人。他自己不来，派个手下来，不合常理啊。给我跟紧了，绝对不能让他们跑掉。嗨，时间差不多了，左拐。卖报卖报，绕一绕，快点，再快点。嗨，你他娘会不会开车？让开让开让开！哟，
老子就是不让。怎么了？不要耽误时间，把他给我赶走。是，滚！快点！以前怎么没有看见过你？有手令吗？手令？你不是我们的人！把枪放下！把枪放下！你敢杀我兄弟，你会死得很难看。笑话！有胆量你试试！你要是不把枪放下，我打爆他的头！猴子出套了！闭嘴！把枪放下！世子哥，你怎么才来呀？辛苦你了，扛得住吗？好，来。丫头，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嗯，我知道了，记住，一定要在约定的地点等我。知道了，走了。哎，先生坐稳了啊，走吧。哎。再也不擅自做主了。没事，能够把你救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你不生气了？生气？要不是因为你，
我哪有可能遇到孔梅？你遇到孔梅了？就是因为他的调虎离山之计，才能够把你救出来。将来我得好好谢谢他。走。怎么突然间都那么有鬼子？这跟计划的不一样。站住！你人呢？早在巷子里就下车了。几个人？一男一女。我们上了梅顺臣那个老家伙的当了。这个家伙什么都不知道吧？他应该就是被找来开车的司机。哼，果然不出所料。阁下，原来你早就看破了他们的伎俩。就在刚才，那个大牛也被他们劫走了。什么？这一招调虎离山还是很厉害的。大牛，您可算回来了。来，坐。大牛，你说你给我们添了多少麻烦？以后啊，你可别这么冲动了，啊！来，顺子哥，以后都听你的。哎，顺子哥，这大牛都被救出来了，你咋还闷闷不乐的呀？刚刚我和大牛离开的时候，看见了很多鬼子。按照时间来推算的话，孔梅他们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离开，这就表示计划有可能失败了。啊？什么计划？只是我真想不通，这么周全的计划怎么有可能会失败？一定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我们现在得知道孔梅她是否安全。这外头这么多鬼子，咱们怎么才能知道她是不是安全？这么说，阁下早已经看破了他们的诡计。叫你跟着梅顺臣的车，那就是要故意造成一种我们上当的假象，这样才好麻痹他们的神经。阁下真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下一步，我要去会一会在这盘棋中最重要的一个棋子——孔梅。老梅，这么大了还跟我玩捉迷藏啊？你不出来，我走了啊！先生，出来吧。哎呀，真是个冰雪一样聪明的女人。你如果出生在大日本帝国的话，帝国直花的美誉一定是非你莫属。话别说这么多了，我爹呢？可以猜猜看。被你抓了。不，皇军怎么会抓捕亲善友好的中国人呢？你的父亲梅顺臣只是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安全到任何人都找不到的地方。不管是来自重庆的戴先生，还是来自八路根据地的你，都找不到他。
算你有一套。看来你和我对峙中倒是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想你或许有些疑问吧。有，不多。那我只能向你表示遗憾了。如果你一直以来都按照你原来的方式和我周旋下去的话，我恐怕到现在还要被你耍得团团转。可是你却突发奇想捏造出来这么一个戴先生，这就不能够不令人怀疑。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戴先生实在是完美，他可以突然出现在县城，或者突然出现在旅馆，又可以突然出现在你的家里，而且总是能留下一些看似漫不经心或者是因为考虑不周而留下的蛛丝马迹。这位戴先生行为上频频失误，却又总是显得那样恰到好处。你这样的处心积虑，无非就是想把我们领进一个圈套，而目的就是要你们的人全身而退。我本不想承认你的聪慧，可是就在大牛被救之后，我的这想法得到了印证。只是吴永顺那个家伙动手太快了，他影响了你的全盘计划。我说的没错吧？很精彩。没想到松井先生带兵打仗了得，胡说的水平也很高啊。不管怎么说，梅顺臣在我的手上，这也是事实。你可以不承认你的失败，但是你必须要为你的失败付出相应的代价。大牛是被你故意放走的。可以这么说吧，我本来没想到这个没用的大牛还能换来梅顺臣。我原想抓到梅顺臣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可我又一想，在梅顺臣的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需要跟我走一趟。我希望你能在短时间内说服你的父亲梅顺臣配合我们把东西交出来，这样的话或许我可以放你们父女俩一条生路。我是他的女儿，但他不会听我的，你别做梦。恐怕由不得你了吧。你既然不敢杀我，干嘛摆出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呢？看在你父亲梅顺臣还在跟我们合作的份上，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坐下来聊一聊。一来呢，可以缓解一下我们紧张对峙的尴尬气氛；二来呢，我们双方也可以认识一下自己的处境。你觉得怎么样？我还有别的选择吗？这就对了嘛。按你们中国人的话说，和气生财。只要我们双方的交易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我保证你们父女两个没有任何问题。请吧。挖地三尺，要把他给我拽回来！追，追，快，快！快，没事吧？
没事，还好孔梅留了一手，让我在这里接应他，要不然还真被宋景那个老家伙给算计了。刚刚我和大牛出来的时候，看到很多鬼子，我真的很担心，所以过来看一下。都怪我，我小看他们了。没事，我们先离开吧，有什么事回去再说。走，好，走。 这么晚了，你上我这儿来干什么？我安排人护送梅先生回来，时间已经不短了，你就不担心你女儿的安危吗？嗯，之前我担心过，但是自打你进了这个门以后，我就不担心了。以我女儿的聪明。 和你进门时的灰头土脸，怎么，没有得逞？你还是不要太过得意了。如果你女儿真的像你说的那样聪明，你怎么会落到如此的地步呢？有什么话快说吧。看在你我还是合作关系的份上，我是不会躲你女儿的，这一点你尽管放心。我没什么可担心的。 你抓不到他，你太过自信了吧？或许我一时抓不到孔梅，可是我手上只要有你，就够了。我提醒你，如果按照之前的约定继续跟我合作，把那批兵工设备交给我的话，一切都好说。如果你一意孤行，看不清形势的话，那我就不客气了。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此愿差矣，这怎么能说是威胁呢？要是我不答应，那好吧。来人，把梅家所有的人集合起来，我倒是要让你看看什么是威胁。真是没想到，咱们凭空造出来的戴先生，反而给咱们添了麻烦。只能说，我们这次小看了宋景看见。现在你父亲落到了他们手里。 情况很危险，咱们得想办法尽快把他营救出来。鬼子想要得到那批设备，暂时还不会对我爹怎么样，但是下一步，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让他交出那批东西。这样一来，你父亲身边的人就会很危险。对，所以，我们接下来绝对不能大意，一个小小的失误，都很有可能造成整个计划的失败。你说怎么办，咱就怎么办。 目前我们也不是很明确情况，不能轻举妄动。咱们分别打探一下吧。我们今天过来呢，就是想请大家帮个忙。你们或许知道。 皇军在和你们家老爷做一笔生意，可是他到现在都没有兑现他的承诺。你们这些做下人的，也应该为你们老爷分忧。如果你们能够帮助皇军说动你们家老爷为我合作的话，皇军会大大的有赏。怎么样？你们谁去求求你们家老爷啊？ 求求你的老爷！看来你在老爷心目当中的地位不高啊，小朋友。 要不，你去求求爷爷。别碰我的孩子！别碰我的孩子！
还是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放了我的孩子吧！太君，太君，我求求你了，求求你放了我的孩子吧！太君，求求你了！你求错人了，应该去求你们家老爷才对。老爷，老爷，老爷，老爷！我求求你救救我的孩子吧，老爷！就看在我对你们家当牛做马的份上，救救我的孩子吧，老爷！救救我的孩子吧，老爷！孩子给我杀了！不要啊！老爷，我求你救救他！住手！你终于出来了。放了孩子，把你的人撤出去。我答应和你合作。你好像弄错了吧？现在主动权在我的手上，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我已经答应跟你合作了，你还想怎么样？如果你再开枪，就连我一块打死吧！你什么东西也别想得到。非要打死了人才肯谈合作，你今天晚上还能睡得着吗？滚！都给我滚！梅先生，告辞了。儿子。阁下，今天的行动着实已经让梅顺臣震慑到了。那是当然，眼看着自己身边的仆人一个个被打死，我就不相信他能扛得住。阁下高明。接下来我还有很重要的一步。孔梅，虽说我们已经胜券在握，但是我们不得不防备那个女人，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抓住孔梅这个棋子，那这盘棋他梅顺臣就算输定了。我这就去安排。记着，一定要在掌握了充分的情报之后再动手，不可轻举妄动。明白。去吧。梅家现在守卫森严，想见老梅那是不可能的。鬼子一定希望我们都过去，他们能一网打尽。情况像你说的一样的话，附近一定藏了不少人，我们更不能自投罗网了。我们接触不到老梅，鬼子又不择手段，步步紧逼，我怕万一……万一什么？你怕鬼子对老梅威逼利诱？我明白你的意思。老梅啊，虽然看起来油头滑脑，做起事情来鬼主意很多，但是我是她的女儿，我了解她。她心里一直都存在着一份民族大义，甚至可以超越她对女儿的关爱，让她坚守到最后。鬼子杀了梅府的仆人，一定对她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当务之急，我们要先和老梅取得联系，表明我们的立场，
至少可以稳住他。好。辛苦了。撞了我一下，要说对了，我们已经暴露了，要马上离开。不能确定消息的来源，咱们能信吗？刚才几个人的线索就是这里，进去抓人。老班主，说到你们回来了。哎，大小姐，你怎么来了？您是？哦，您可能没有见过我，我是在您走之后才跟随梅先生的。哦，生日堂会的事儿就是您一手策划的，对吧？是啊是啊，但是很惭愧，我们没能把梅先生送出去。也不是你们的问题，只能说。我们低估了敌人的能力了，幸好有顺子，要不是顺子，那可就麻烦了。他是我的老相识了。哦，怪不得呢。你看，顺子一听你们有困难，马上就赶过去了。好，顺子，你带他们坐下，我给你们弄点吃的去啊。好，麻烦您了。没关系，来坐吧。很有可能是我们的同志，有可能。联络站被破坏以后，之前和梁主任联系的同志，有可能一时找不到我们，或者说没有十足的把握，没敢跟我们联系。我们在省城这么一折腾，也便于我们的同志能发现我们。你们在这里还有其他的人啊？这么大的省城，除了我们给鬼子制造麻烦之外，还有以各种身份潜伏在这里的同志。他们有可能受我们的支配，也有可能受更高级别的领导支配。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他们是不会轻易出现的。哟，你们真厉害！国邦哥，大牛，你们都来了。大牛，你这次被小鬼子抓走，你顺子哥可着实为你担心了一把呀。是我没听猎王的话，闯祸了。没事了，要不是孔梅和国邦，他们把鬼子引开，你到现在还被人家抓着。来，坐下吧。来，谢谢，谢谢大家了。大牛，这是我们应该的，你太客气了。顺子，我。之前就想跟你说件事情，现在大牛也被救出来了，你快带着翠兰回青龙山上去吧。你要我们离开？
光里始终闪烁你的身影，是你把我灵魂唤醒，在一起患难与共，肝胆相印，用生命眷顾生命，用真情互动真情，风雨中我们顶天立地，笑看谁是英雄，黑夜里温暖感动，我们等待黎明。